您有请。喂，你好，我们先让大家拍一些照片。欢迎，可以挥挥手，让伟宁看到你，然后转向你的镜头。那今天特别为伟宁创造一个伸展台，我们请伟宁走到 T 字台的前端，让他创造更多美丽的画面。愿您永远带着是阳光的笑容，美丽的外表和空灵的眼神，给人一种非凡的仙气感，就像轩辕传奇的世界，浓浓的绚烂还有仙侠的气氛，和你一起踏上洪荒仙境，寻三海神兽。那我一定要照顾一下你右手边的 Lady 朋友们，你要看看您的左手边，你有很多很多粉丝哦。再看看你正前方第一排摇滚区的伙伴，还有你后面有些大机器哦。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欢迎可以挥个手，那我已经可以看到你。第三个 card 呢，请伟宁再回到伸展台的 T 字位，我们再来拍一个照片。果然是仙气逼人啊！好，我们再来拍几个照片。这边的 spotlight 很强啊，我们先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再看看您的左手边。再看看你很左手边雷副总的位置，对了，再看看你的中间，别忘了你的右手边还有好多好多朋友，还有远方的大机器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可以举手一下吗？ Anybody？那接下来丹尼斯的同事还有所有媒体朋友们好朋友们，建议掌声欢迎徐伟宁小姐。你好，我今天是这个说书人的角色。是吗？我以为是拜师学艺。哦，是吗？还以为不好学，还以为是店小二啊，是不是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宁。伟宁，恭喜你成为我们代言人了。那最近的近况，忙什么？什么新的作品在2018年的下半年可以看到呢？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网络剧、电影，其实都有。对，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会开始进行，但正式跟大家就是播出的可能是明年的。对，所以今年呢，我们就要靠着《轩辕传奇》好好的跟你享受一下在游戏里面的好玩的事情。是的。那成为这么大游戏代言人，心情如何呢？其实真的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代言一个就是跟上古有一些连结的。因为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同时其实有一种穿越感，其实你就到了那个上古世纪，尤其是它的背景是以《山海经》为背景。那其实很多玩家包括我自己，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《山海经》的，也去做了一些研究。那你在玩的同时也可以了解《山海经》的历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对我来讲嘛。要命哦，这代言人念的书比丹尼斯还要多，所以《山海经》玩一些些，丹尼斯私底下再跟你请教好了。你自己有玩游戏吗？其实因为工作关系，玩游戏机会真的非常少，但是因为这一次《轩辕传奇》非常荣幸的可以成为代言人，所以在接到这个代言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就是去下载了，然后去研究了很多有关于这个《轩辕传奇》里面游戏的内容，包括其实刚刚我有听那个在上面做报告告诉我们，其实里面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之外，还有一些钓鱼啊、泡温泉、比武招亲，跟我刚刚说的拜师学艺，其实里面都我觉得都很有趣，都可以跟这些包括还有里面的上古神兽都互动。那仙气逼人学艺，你都在什么时候玩游戏呢？睡前。睡前。所以我最近都没有睡饱，因为我最近没事，我就一直在玩这个。所以你保养好之后躺在床上，然后就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玩玩下下，哎，好像有点天亮了。
所以都到几点？两三点？四五点。谢谢，成为那个代言人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你对我们游戏了解，代表着我们大家要跟您一起来玩。对对对。因为我们拍了一支 TVCF，看起来很奇幻哎、欸嗯。你在绿替背板完成的。对。那怎么演戏啊？其实我觉得跟导演一起合作，因为我们其实算是第四次还是五次。怪不得你说很有默契。对，非常有默契。然后其实在现场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会激发演员想象力的导演，所以他就告诉你说，其实你现在要想象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东西在你面前，你要吓到。可是吓到同时，有时候他讲得很夸张，我就会做得很夸张，他就说哦，我还是要唯美。所以就是我们就一直不断的，因为反正有默契了嘛，所以在现场就是他讲什么就是靠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出来。对，那有一段你是一直这样子，是因为地震吗？因为我刚好站在那个玄龟身上，所以一直在看，正在玩手机同时，突然间玄龟就从我脚底下站了起来。对，所以还有我想象那种震动的画面。那你可以教我演两个戏吗？我们看到有一只神兽，那个时候我们表情应该是看到神兽，神坐在那里。嗯，可是很细微耶。很细微吗？有哇，自己心里面要突然地震了，突然地震。你好烦，好会演戏哦，这个完全要靠想象力的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呢成为天命者。那山海经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情，包括超过100只的神兽，有60个以上的场景，然后40个剧本。那希望大家跟徐伟一样，成为我们的超级粉丝。然后你玩得好，有一天，相信台湾的玩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启动仪式，启动仪式，请准备。在你左手边会有一个火山，待会会真的喷火。在右手边有个魔球，这个时候呢，请台上贵宾按照现在的队形，向2、1，请启动。轩辕传奇上市成功，洪荒世界，神兽有灵，山海经线传承轩辕。请伟宁站在正中间。伟宁，火山有没有太高挡住你呢？还可以，很高。我们请大家靠近一点，请看看正中间，也请用你右手为轩辕传奇比一个赞。看看正中间，再看看你的左手边，再看看你的右手边。站在旁边会蛮好的哈，对。这张照片拍完之后呢，丹尼设计美在后台稍微补妆，我们就准备进行全压座的电子媒体联访了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的麦克风可以慢慢的运到 T 字台的左右两侧。那摄影大哥们要拍到的话，挥个手让我看到，然后转向你的相机。啊，粉丝们也可以挥手的 ，Yes。再看看你右边，你远方有个粉丝跟你挥手，嗨！再看看正中间，也恭喜徐伟宁成为奇幻大作《轩辕传奇》的代言人，恭喜你伟宁！我们请到后台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电子媒体联访这边。